肖组长，帆染带到了。谢谢。没想到你哥穿连体衣穿的这么帅，是吧？一穿上我都觉得我能驾驭这套衣服。只是这套连体衣啊，有点不方便，就是去洗手间的时候特别不方便。就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脱起。还有。 就是这里去洗手间特别没有隐私，大家都能看得到，这倒无所谓。最重要的是，全部都是老外，知道吧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开玩笑？你为什么故意来四张岛监狱？是不是为了木川？嗯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一个人在里面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 很有可能把你自己的命都搭进去。我都知道，好危险，所以你尽量想办法陪我一起吧，啊，起码两兄弟有个照应，保护好木川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那怎么进来？我现在还没想到办法。<笑>白痴！我跟你说，我疏通关系装成犯人，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才进到这个四张岛监狱里，结果呢？我还在 B 区，木川在 A 区，所以呢，今天你来的正好。干什么？住手！啊！走！啊！监狱长，监狱长，李俊杰袭击石组长，我申请把他调到重刑犯 A 区。带走！走！石组长，你没事吧？ 石组长，这里有份文件，你要签一下。还有事吗？哦，石组长，那个我好几天没有见到周组长了，他是去出任务了吗？ 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有点担心他。你担心什么？那天我看到周组长从你这出去的时候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那你说咱们行业和其他行业不一样？你说周组长，林锦，我告诉你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别的事情跟你没关系。好，出去。嗯。 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孟良的朋友。怎么有我电话？你的电话是梁坤给我的，我是模式行动组长周子轩。你可以跟梁坤求证我的身份。好，我等你电话。
现在想清楚了吧？我们为什么要把李俊杰从你身边给弄走？那你们准备动手了吗？你清楚就好。回去告诉你主人，别说反话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之所以现在活着，那是因为他对你的仁慈。我谢谢他。莫川，你会为你的固执付出代价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喂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要孟良的芯片信息备份，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你还不如交给我，我会完成孟良的心愿，你也可以摆脱一切危险。芯片我可以给你，不过我今天还有事，明天你等我电话。那就明天见。有时间了，开门。保持沉默是最好的办法。翘什么脚？
你是今天的买家？是的。来的有点早吧，够心急啊。这家店是我的心血，能这个价钱买到，真的是超值啊。对了，我要的是现金，钱带来了吗？阴魂不散啊你啊！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情况我都了解了，谢谢你，陈医生。没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你在八城警局外勤处的时候也没受过这么重的伤。那个时候我有枪，现在没有。在监狱里面人人鱼肉。告诉我到底是谁，谁想害你啊？天蝎的人想置你于死地，他们想杀死你，你还替他们隐瞒。你是知道我是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。都这样了你还这么固执。你最了解我，我一直都是这样。我知道你心存侥幸，认为你手上有 VX3 就可以翻盘。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等你伤好了我会替你转一个安全的监狱，公诉的时候我也会向政府申请为你减刑的。我也希望事情有那么简单。本来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你想。李俊杰，李俊杰怎么样了？未伤及要害，没有大碍。哼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平时跟他有那么多恩怨过节，可关键的时刻他会不惜生命去救你。他是个疯子。哼，如果他是疯子的话，那我真希望我身边的疯子多一点。方便的话叫他来见我。好吧，你休息吧。是不是你杀死了 Mark？ 不管你的事。谁让你来的？把芯片交给我。给
我！站住！你不能在这里随意走动。这里的老板马克已经身亡。文泽，我刚赶来马克的酒吧，但他已经被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芯片呢？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，我进不去了。凶手把芯片拿走了。有这个可能。我现在很疑惑，为什么偏偏他在我来的时候被杀？这个时间点也太巧了吧。我来拉奥的消息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其实有一个人问过我。谁？我不是故意说的，实在太凶了。他我师父石云浩。我知道了。赵警官，怎么了？司向岛监狱那边出事了，李俊杰和木川被刺客刺伤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曼达，子轩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见到那个人了吗？马克被杀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要去见他之前，消息泄露了。一定有别的人知道我要去找他的事情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知道你去了拉奥？这个怪我。我的计划还告诉了陈静文。你是怀疑他？不是他，而是从他那里得到消息的人。是谁？这个我还不好说。这件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好的。既然他们的人也在拉奥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啊。我会的。你呀，现在起回酒店好好睡一觉，大明天一早的航班飞回来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一切正常，等你回来再说。我知道了。喂，子轩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。你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哦，我刚才在游泳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刚回家。怎么了，子轩？今天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喂，子轩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喂，子轩，开门，许云浩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！子轩。子轩，你不是说你在家吗？
子轩，你听我解释。没错，我现在就需要你把这一切给我解释清楚。说。我是从陈静文那儿知道你来拉奥了，所以我就跟来了。你跟过来做什么？我想保护你。我猜你肯定会去找马克，我担心你一个人有危险。所以呢？你见到马克了？我没有见到。你见到了吗？我见到了。拿到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听说他很狡猾，没那么简单吧？我赶到的时候，马克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应该是天蝎的人做的，他们似乎提前就已经知道我要来找他的事情，所以派人先一步杀了他。只是我还不太清楚，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行踪的。宇浩，你觉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既然没有线索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子轩，俊杰受伤了。他怎么了？他和木川在监狱里面被人袭击，现在正在八城的医院抢救呢。抢救？他们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危险？具体情况我不清楚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们。你不要动。虽说你伤得不太严重，可你失血过多，你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来。好。木川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不放心木川，他伤得挺严重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监护起来了。有人对木川不利，医院格外要小心。而且放心吧，我们给他安排了单间，24小时警员看守。那就好。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想提醒你，以后遇到这种突发事件，你要多个心眼，学会保护自己。现在想想都后怕，万一出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怎么跟子轩交代？姐，你千万不要跟子轩说，我不想让他担心啊。我没事儿。我知道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。木川说他想见你。如果你想见的话，我会安排合适的时间让你们见面的。好好休息吧。喂，头，那女的走了。听，这里是走不过去的。对我来说，现在还有安全的地方吗？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就算这么危险的时候，你还依旧是那么优雅的举止，内心真的很强大。
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？狼狈不堪，过街老鼠，惊弓之鸟。我以为你今天过来是要看我的伤势。我当然是来看看你的伤势，毕竟咱们是老朋友了吗？我们从来都不是老朋友。既然你不把我当做朋友，那我心里就没什么负担了。接下来做的事情，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，还望木川先生海谅。今天，无论你对我有什么举动，我都不会惊讶。堂堂模式总监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真是让人不忍心再落井下石、雪上加霜。我们别再演戏了。动手吧。VX3 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开个价。你是知道我性格的。我是不会讲的。你这个态度对你很不利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怕死啊？死不可怕，怕的是你不明不白的死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测试过很多不同的死法，今天只是看你用什么方式来杀我。哼，你还是老样子，非常顽固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马启明到了，马上就进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。走吧，否则来不及了。今天是个团聚的日子，我期盼他已经很久了。我没什么要走的。你是谁？这位是阮太原，阮小姐。你好，马总。您好。子轩，你回到八城了？对，我已经落地了，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。子轩，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李俊杰的事，主要是怕你担心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先挂了。我得到消息，俊杰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为什么他出了事，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郑总他也是担心你吧？你有没有想过，
其实，俊杰最怕的就是让你知道，因为他太在乎你了，就像你在乎他一样。我很不理解，难道两个人的感情，不是应该越在乎，越毫无隐瞒吗？但反而越真实，伤害就越重。可我并不想处处被人保护，我也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人，我想保护他们。放心，说起来，我跟马老板还有一些渊源。我们见过面吗？什么时候啊？是我远远的见过您，在瞄准镜里。那时候的您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了，还是 VX 的出资人。您是我见过的人里面做得最成功的。我现在是到处被追捕的罪犯，我只能飘在海上。木川，你呢？前模式总监，现在落得只能在轮椅上了此残生。而马老师、马老板、马先生，您现在是八成的救世主，人人心中仰慕的马总。我不希望和你有什么交集，我只是来看一看穆总的伤势。我也是来看我的老朋友穆川。来，我们一起喝杯酒吧。大家不要再演戏了，你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，VX3。告诉我 VX3 下落，我救你出去。不要虚张声势，外面还有我的人。不说出 VX3 下落，我会先杀了木川，再杀了你。我会杀了你们两个。俊杰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怎么样？你们来了。哼，你看见了吧？色厉内荏。哦，我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木川，把 VX3 交出来，我可以帮到你。木川，你不把 VX3 给我，我要了你的命。我木川命只有一条 ，VX3 没有。却又怕自我回调，绕来绕去的糟糕，像一道璀璨烟火，烧至半路就灭掉。美丽多一秒也好，孤独的备受煎熬。
如何聚焦眼前的无依无靠。我以为近在咫尺，却还在远远寻找。永远是一个目标，我们都不怕等待，却难以敞开心聊。直到成生死之交，有些话说得轻巧，很难做到，你却没当作玩笑。就好。